儿子哭了，你不是啪，你是把他抱来捏捏合一合就好了。你是要对他好，不是把他重死。那你对众生要有这个悲心，就是因为你对他不慈悲，所以他提醒你，让你一直痛，一直痛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对他慈悲，你要 Om Mani Padme Hum，你要帮他去点灯做功德，他谢谢你。儿子哭，baby 哭，只是因为他饥饿了，想要提醒妈妈知道这样而已啦。只是你一辈子都不知道，然后你伤害过他，把他堕胎流产啊，甚至他有些小孩子古时候穷嘛，生下来就死了，你都没超度他，然后他就会弄得你全家不平安，也干扰到你的婚姻，干扰到你的儿女，就会变成这样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华人这一点非常好，我们念一下，相信轮回。相信鬼神，相信鬼这一神。点是很重要的佛教思想。为所以佛陀会示现在印度，印度人相信这个业报轮回的道理。啊，所以在印度，那佛陀示现呢比较广传。你要在美国传，怎么传都是我们这批华人而已。因为我每次跟老外谈到鬼啊，就讲，不用谈这个，这个是很 bullshit 的，不要谈这个事情。Meditation OK，啊。他是把佛法当做个人的享受比较多一点，你要让他去发菩提心，关心别人，承受众生苦，他没那个习惯，因为他们这边是个人主义，啊，比较我把自己守好，但是你不能侵犯我，我家有枪哦，你不要进来哦，啊，在这种对立的状态，你要去教他修大乘佛教很困难，但是我们要对他慈悲啊。因为各位，你这现在会住在美国，是想必你过去都做过美国人，对不对？只是现在又轮回去汉人的地方，然后又回来这样而已吧。但是虽然外表不一样，但是你要去度他们，去转化他们的心，你没办法跟用语言跟他说。所以达摩祖师叫以心传心，不立文字，用心去改变对方，对不对？一个牌位让我们升起了悲心，对不对？一个花，让我们升起了庄严的心，这样就好了。那心去改变，嗡嘛呢叭咪吽，阿弥陀佛，哦，它就很庄严。所以以后各位不管哪里有地震啊，美国有飓风啊，哪里有战争啊，那你都要转化它，用悲心，用佛陀去转化它。啊，不要去批评，不要去对立，念一下，他非即我非。他非即我同非，体明大悲，同体明大悲。对方的错都是我们错，啊，你儿子不好，那是你生的了，什么人生什么儿子，啊，你老公老婆不好，那是你的情债，你感召来的，那你一直凡夫就是我一直要改变对方，错的，修行人是我改变自己，对方就改变了，你这样他就这样，你这样他就这样。心清净则世界清净。你改变了，你不改变，一直要对你不要生气。50步笑100步，你那么爱生气，还叫我不要生气；你那么爱漂亮，还叫我不要好色。所以，老公有外遇，怪老婆心里先有外遇啊。所以，当你心里去欣赏，哎呦，那个影星长得不错，你老公就有外遇了，因为你心里有个贪，然后那个相就出来了。所以你改变你的心态，我的心态清净了，我有惭愧心，我升起一个慈悲心，它就改变了。这个在佛教里面叫业招感，这个业就是你的身口意造作的力量，这个业力就会让你投身在什么世界，投身在什么家庭，各位都知道啊。所以你的心清净就投在清净的极乐世界，你心里贪嗔痴你就投身在三恶道，这就是佛法。你讲十法界。十法界，唯心造，唯心造。所以有个十法界土，什么心你在什么法界，你就可以创造那个世界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念佛的人要让别人看到你，好像看到极乐世界的庄严，因为你的心在极乐。所以往生极乐世界不是死了以后的事情，请记住这个真理：心在极乐，你内心里面放下世间的执着，对这个世界只有慈悲啊！一心念佛。当下往生，心在极乐，愿往生者当下往生，必定往生。愿往生极乐世界，必定成佛，叫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因为念佛是为了成佛，那你的动机要正确。所以各位看《阿弥陀经》，也要看看《无量寿经》哦，怎么样修的，要怎么样观的，《无量寿经》也要看啊。
所以那你要 了解心变则世界变，所以千万不要被境界转走了，就这个意思了。所以我们在念这个八句平安句，谁在念？佛说八句平安句，我刚刚念带着念，请问谁在念？释迦牟尼佛在念，因为是他写的经嘛，他写的寄语嘛。所以各位，你念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的声音，不是你在念佛。你要念到没有我相，你出来的声音才是阿弥陀佛的声音。不然有些念佛好听，有些念佛难听，那是用你个性想法在念佛，怪不得不好听。所以讲法的法师，念经的法师，包括居士，你用佛心念佛，你念出来就是佛的声音，好不好听？自然感动众生。但是不要用分别心，我念的好听，我念的不好听，那你又有分别心了。有分别心就有分别相，所以一个人有这种贪嗔痴的分别相，给人家就一种压力，了解吗？一种压力，我一脸就是爱钱的样子，你看那怎么念也是爱钱，扣扣扣扣扣扣钱呢？啊，因为你的动机决定一切。佛教里面讲，一切唯心造。你的动机决定一切，所以我们的动机要跟佛的动机调整在一起。我们现在不是佛，但是心可不可以变佛啊？对啊，慈航法师讲这句话最好，来，以佛心为己心。以佛心为己心。啊，印光大师讲得很好，转凡心为佛心。转凡心为佛心。当下在净土。这样在净土。所以往生净土是当下的事，你要转你的心。整个佛教的修行就是转念。贪心来了，空转为菩提心，把自私的贪变成一种利他的愿，叫转贪心为菩提心。嗔心来了，来转嗔心为慈悲心。啊，嗔心来了，不要生气，我要忍，我进一步还要同情他的错，对不对？承担他的苦，那你要懂得转化，转愚痴邪见为空性的智慧。这个就是转贪嗔痴为佛法身，这个叫皈依三宝。所以各位每天都要南无阿弥陀佛，每天都要皈依佛，不但自己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菩提心啊！你要转，想到自己的时候就要转，自皈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深信因果，体证空性，马上转。所以说转烦恼为菩提，就是因为你有烦恼你才可以转。如果你今天没有烦恼，你怎么修呢？如果你没有痛苦，你就不知道众生痛苦。有痛苦不要去检讨别人，痛苦的因是我，无明我执、贪嗔痴，这是我的因，所以我要赶快转。所以我们修行要利用日常生活，利用生病的时候。所以我刚刚讲了，我的母亲的病让我改变人生，我的人生就一直在赚钱、努力、成就感、买房子，不会开车子也要买一部车子放在那边，这是面子问题啊。但是我从来没有觉醒，所以佛菩萨创造一个我最爱的妈妈的生病，乃是我最爱的儿子的生病，让我有机会去觉醒。但是你觉醒还不够啊，希望大家都听闻佛法，所以你亮起来，希望别人都亮起来。所以我今天已经快30年了，我还是推这一部，念一下《地藏本愿经》，最简单的。你不要说我现在看的是中观，非常好非常好，但是你最基本的佛教的修行要做到啊，吃素啊，信因果啊，念佛啊。如果一个人还不吃素，再跟你讲空性六祖慧能，你不要听那些这白讲废话。你最基本的戒律你都不守好，你讲那些太高的理论要干嘛？表达自己我是读书空性大圆满大成就大觉悟了义佛教，讲了老半天，我说你没有守五戒，没有，不要跟我讲啊！你搞学术跟实修那是两回事了。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是告诉各位，你不懂得半个字，地藏经也不会念，师父只会阿弥陀佛，那已经够厉害了。用慈悲心看到别人就念阿弥陀佛，用慈悲心洒两颗水，阿弥陀佛加持众生离苦翁阿红，看到水就洒水，阿弥陀佛让整个海水河水都变八功德水，对不对？再把海水河水水有八德供养十方佛，这个水碰到水的都消除恶业六道清凉。所以若看到花当愿众生啊，相好如花，体悟慈悲，看到人家走了，所以各个华严经进行品啊，最好要会念，要会背，
因为他告诉你上厕所怎么上厕所，洗手怎么上洗手，洗脸怎么洗脸，穿衣服怎么穿衣服，啊，看到出家人怎么办？因为他是大乘佛教，就是祈愿的法门，把任何一个念头变成一个利他的念头。那如果你的念头是一种跟佛一样的念头，慈悲，那你就是佛的力量，这就是念佛的功德。为什么一念阿弥陀佛消失八十亿劫众生死重罪？有些人讲老半天，我好像没消业呢，啊，因为你一定要读经典，你了解听闻佛法或读，那你了解念佛怎么念？一心念佛不是什么都不管在念佛，而是保持佛的菩提心在念佛。那菩提心包含什么？你要信因果，你要有空性，你要发起悲愿成佛。那你有完整的菩提心来念佛，那就是为什么各位要听经，然后听了以后不能听完就算了，你要思维。所以各位要学我，我今天在这边讲了，麻烦你回去跟你家人讲一遍。我早就忘了，那你不专心，你没有悲心啊。所以我师父讲一个钟头，我可以讲十个钟头，解释得很清楚。因为我已经出家了，每一个字，佛陀的每一个字都是血泪啊，所以我就会记得很紧。所以法师讲经，我很少忘了一句话，世间人跟我讲话，我都忘光光啊。因为我的内心，我只想记这个，其他的我都记不起来。所以那这样以后我就不会忘记，保持正念啊。所以那当然你只要，当然这些要消消业障，要累积资粮，所以希望各位每天上供，每天下施。好，请各位翻到很快二十多页，各位这一本随米，我们念了这么多的咒语了，现在带各位做一个甘露施食。当然我希望各位每天呢，二十四甘露。什么叫甘露呢？天上的神，天上的神为什么不生病呢？不用上厕所呢？因为他们吃的是甘露，甘露一吃全身发光，无有病苦，不用排泄。所以如果我们念辨识咒，那水米饼干都变甘露，那这些恶鬼道马上念一下恶鬼升天，恶鬼升天啊，他们马上就有福报。所以各位，你不吃饼干给松鼠吃啊，不吃饲料给鸟吃啦，给大海的，你都给他念个辨识咒。那你真的不会念，我已经教各位了，念是嗡阿哄，嗡阿哄，阿弥陀佛加持，阿弥陀佛加持，或是观音菩萨加持，观音菩萨，然后就给他布施了啊。那你每天可以修好多次的慈悲心呐 啊，那你修慈悲心修很多次，你消除。因为所有的病的因都是业，业来自于烦恼。这个烦恼，如果你这个人急，个性很急很急，那你就会乳癌，甚至会胆要开刀。因为你急性子不改，那不行。那所以你要开始用心去修行，你用心正面的多一点，就像光明的黑暗就消除。那什么是最快？无私的慈悲心，就不会让你起贪嗔痴慢疑。这就是观音菩萨讲的，你掌握我一个教法，悲心等于掌握所有佛陀的教法，保持这个悲心来修行。那我想直接布施给这些可怜的众生，特别是孤魂野鬼、流浪动物，各位到哪里都有啊，那些乌鸦啊，夏天还有海鸥，各位都多布施。所以我们现在在世界上也成立一个国际施食协会，成立这干嘛？就做便当。做便当好吃的拿来供佛供养出家人，印度的啦、尼泊尔的啦、缅甸的啦，缅甸买米最便宜，米啊，因为缅甸有65万个出家人，买米供养他们，然后这些米呢还可以给鸟吃啊，还可以加在做烟供的时候加一点米最香了、啊、这个叫施食法门呢、啊、这是有名延寿禅师大力推倡，莲池大师大力推倡。所以中国人的放焰口啊，重点在于施食啊。所以我那各位知道，每个出家人每天晚上都会做，但是我要在这边讲，这不是出家人的专利，在家人不能做。如果这样讲就邪见，因为佛经写得很清楚，这上面写的这佛经，请看24页：若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最好小朋友，因为小朋友谁都不怕你，童男童女。包括天上的神及诸人天，
意欲受持此慈悲，因为这个方便是一种慈悲度众生成佛的方法，意欲。